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I。那么现在的时间是，12:45。然后现在今天是6月15号。那么今天我就是要来拍我一天的日常，日常就是日常生活，怕有一些人不知道，就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子。因为我最近也没有想到比较好的东西可以拍，我就想说大家可以拍一天的日常吧。然后今天我也是下午才来记录单子，因为已经12:45，就临时想到这样子。然后我日常会很无聊一下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一下。就差不多这样，我就会拍一下我日常会做的东西啊，这样子。OK， 各位朋友，那么我想说，我最近有在看这一个小姐姐的抖音，因为我最近都在抖音在看嘛。就这个。你把右手放在我左肩，轻声对我说了句抱歉。就是我不是同性恋呐、啊，我只是觉得她很漂亮啊，然后就差不多这样拍的也挺不错，所以就关注她这样子。我觉得你们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他所拍的东西。OK， 各位，那么我已经冲好凉了，因为我都没有冲到冷水袋，就去冲好凉了。然后我午餐也吃好，现在要准备来做一下功课的。然后我会把我做功课的一些画面，就是记录下来，让你们看到我。我自己看到我做功课这样子啦，因为想你会要看我做功课样子，所以只拍了一部分。各位朋友们，我的弟弟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啦，啊，咪，咪啊，他今年3岁了，哎呦呦，他已经倒了。开始去运动，然后我今天的 vlog 也到这边，因为接下来没有什么好拍的。那么各位记得去关注我的抖音、Instagram， 让你们能够在别的地方看到我。那么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！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及开启小铃铛。最后送上一支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一起拉屎吧！